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04年11月11日哦，旧历的9月30日，礼拜三。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西滨快速公路汉堡交流道联络道向北延伸到复兴乡新兴路的工程举行开工起火仪式，预定105年11月份来完工通车。彰化县65岁以上老人申请免费装假喙齿，讲因为官府医生以及齿科医师配合度等问题，有时大申请几啊个月，搁伫咧等。上个月伫咧鼻头乡发生的酒后政治凶杀案，其中死者住伫咧秀水乡。经济来源顿时，秀水乡民代表会副主席张献忠是发动爱心募款，帮助粮食一家伙啊。后来新闻头起先来看，这西滨快速公路汉堡交流道联络道哦，向北延伸到复兴乡新兴路的工程，这开工起火典礼哦，11日是来闹热举行，配合地形哦，车流量来形成完整的宽正观光路线。未来复兴乡民也是外来游客对外交通将会更加便利。西滨快速道路汉堡交流道联络道延伸到新兴路的新建工程，经过立委王贵美的争取，交通部总算答应，嘛伫咧今年10月份完成发包，大约明年11月份就会当来完工通车。嗯，也要进步吼，交通嘛就爱通。啊，咱特别是讲咱这区哦，后水鸟水鸟保护区，啊嘛是咱的洛农区，啊会使讲吼是咱地方真大的这个特色。那这个特别是讲过去乡亲拢在讲吼，咱61线下骹吼，拢真荒废吼，啊，咱出入吼足无方便的。那加上咱这个地方的特色，所以呢，惠美上任了以后，乡长就有针对咱这条路，伫遐讲吼，啊，一开始阵啊讲，真是做咱的生活圈上无基本的，伫咱这区彰化县应该是10%到15%的配合款嘛吼，啊，所以讲要啊研究，还变成我们所谓的交流道的后续工程。安尼中央就全担起吼，咱地方政府也免开钱，这条吼1亿4000万都搁入来投啊先吼，咱先甲咱在地啦，在地啦，咱乡长吼，我常常讲吼，在地啊。啊，出高人就受这好处哦。联络道开工起火典礼闹得滚滚，原本这条联络道北边的通车终点哦，只到福兴店店街，伫咧国际民意代表甲地方乡亲的愿望之下，交通部总算来动工起路，让真侪乡亲是真欢喜。今仔会当为这条做来，实在是爱感谢陈处长，过来就是上重要爱感谢咱的王立伟啦吼。联络道路一完工了后，将甲乡道将32线、新兴路、海堤道路、甲将34线等连接，成为完整的宽正观光路线，将会替复兴乡带来庞大的观光发展。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好，过来来关心这个高铁彰化车站12月7日要来正式通车。即马除了这另外道路工程延迟以外，连新的时刻表一出来，嘛，予袂少民众感觉真奇怪哦。这彰化车站哦，天河车站竟然比同一天哦通车可用的苗栗站哦，搁较少。因此，这袂少的县议员就利用议会开议的期间，要求彰化县政府爱来重视这个问题。高铁彰化车站将要在12月7日正式通车启用，同一天包括云林、苗栗站也同步启用。只是新的时刻表出来啊，彰化站的车次竟然比苗栗站较少。苗栗站一班，咱彰化也一班，云林也一班。这个班次嘞，咱彰化县一个大县，咱要争取这个班数，啊，甲苗栗伊在平等的，袂使讲咱彰化县甲云林的竞争高手。明仔日分教所差人啊济，结果呢，咱的班主
搁比较少。除了车厝问题以外，车站最主要的另外道路工程延迟，嘛和议员相当的关心。咱高铁已经12月初要启用啊，啊，当时咱这两标，当时的落实来完成咱的另外道路。光复工部处表示，另外道路有两个工程标案，其中有一个出状况，目前搁在协调当中，上班会和这条另外道路在明年底进行来完工。我们第一标的部分，我们应该是在明年初就可以完成。那问题比较大的是第二标的部分，那因为厂商它的动员能力，还有它整个资金的周转，就跟刚刚在讲高铁站区一样，那个厂商的能力不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标案，我们现在在评估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做赶工，那我们也会希望说，在明年赶快尽量来把它整个贯通。另外，也不少议员关心高铁站区的交通和治安问题，希望这个关系从化县发展的地震区，各项的软硬体设施会当更加完善。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许多人牙口无好，不但影响美观，也有可能来影响到健康。为着照顾原来许多人口哦，为今年7月份开始受理65岁以上老人免费申请这规嘴的假嘴器。到目前为止哦，已经有超过5000人申请。不过这问题来哦，中华县政府竟然因为医生以及齿科医师配合多点问题，即个许多要装假嘴器，够通等嘞。官员黄玉宽提到海报，讲出真侪长辈心声。等卫管政府今年7月受理65岁以上老大人申请装设全嘴的假嘴器，不过到目前为止，有申请的老大人还阁戆戆在等。一寡时段就甲我讲，我四气为着要来创吼，啊叫人去买一气起，啊三气大家无票，啊即摆听伊讲讲啥等等无。啊，去服务处，逐工伫啊！啊，你若甲我拜托，问恁馆长看嘛，当时会使啦。只要有人不拜，伊讲，伊去登记，人家讲，伊讲你咧拜咧，到明年也拜袂着啦。伊讲明年我无一定食到到明年啊。啊，所以即卖所有一事啊咧埋怨讲，啊，你馆长久，咱这个生意伫倒位，因为。我甲你讲哦，坐火人伊头壳想的真单纯。对，针对老大人担保假喙齿的问题，管护社会处长表示，今年甲明年的预算拢总有6500万，预算无问题，问题就卡伫齿科医师的配合度。最主要就是利润不好，利润不高，因为植牙吼啊7-8万，这个全口牙才10万吼，那加上彰化县这个方院。跟主厂全乡拢无半个牙科医生，所以这么好玩做先进家，我还真困扰。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哈，就钱不是问题，是现在是因为医事服务人也不够，那现在我们一直跟透过工会啊，跟他们啊，他们的成员游说，希望哈啊这个医生啊哈。不少议员嘛讲，40000外要做全嘴的免费假嘴器有较困难，这嘛无怪齿科医师的配合度无高，希望县府会当放宽补助的方式，补助金额无变，民众若是要装较好的，寄出来部分会当家己自费。多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现在我们先休喘一个广告，回来带乡亲来看这彰化市的得奖率。少年里长何泽宇哦，安怎善用公家资源来改造社区，或者是大家囡仔都会当得到妥善的照顾。反映民意，推动宪政，彰化县议会甲民众站到底。
资事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乐定文化古迹观光人文荟萃104年鹿港小镇艺术节，11月6号至15号，一起来玩吧。最多的 HD 高画质频道，给您最好的影音享受。多样的家值服务，丰富您的数位家庭生活，让电视不再只是电视，而是您家庭娱乐的智能中心。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也是旧历的十月初一。根据这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在嘉南方，何时是早起的9点到11点哦。下一个祭祖甲拿菜，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传理长大声讲，专题报道，一礼拜三要带乡亲来去彰化市德中里，看这30岁就选到里长的何泽宇，掌握地方居民的需求，善用公部门提供的资源来改造里内景观美化环境。就连原本哦真少伫咧举办活动的社区发展协会，嘛做一群哦活跃起来。唔那这时代得到妥善的照顾，里内囡仔下课了后，阁有辅导课会当上。甲真侪村里砖头共款，大大个石牌，互外地人知影伫中里交路。更加特别的是，伫中里的景观真无共款。环境的改变，就是为原本迄个暗摩托色的迄个咱比较灰的一个迄个感觉、视觉感觉，哦，我加入了一个色彩的元素，让整个环境来色彩化。虽然讲无足鲜艳的人的彩绘方式，但是阮间隔90%以上，吼，阮的街道的迄个景色拢有加入咱的活泼的一个诶色彩，比以往的迄个水泥颜色来讲，就是相对性一个改变。30岁就选到里长，现在已经是第二任。少年的里长坚持要做一个专职，将所有时间拢用伫服务地方顶头。很感謝大家、哦、對我的一個照顧，所以我一直強調就是說，咱里長就是一個公僕、哦、就是咱努力來做，這幾年來、哦、包括咱周圍有我的里都說、哦、我們德中現在越來越合作，越來越團結，這就是咱本身、哦、以咱少年的那個服務的那個出發點來替大家服務、哦、包括咱整個整個里的一個凝聚这个向心力，让大家越来越团结。因为专职的服务，原本很少办活动的社区也开始动起来，更加吸引很多志工的投入。咱自底都无什么志工队啦，啊嘛无什么土方舞队啦，嘛无什么班队都无啦。德中社区有较会，啊较会的时阵，无要紧，咱嘛是尽量做，会当做的空间，咱拢尽量争取，尽量来做。善用公家资源改造社区，更加甲当地教会结合，和老大人甲囡仔都会当得到照顾。教会开放这个空间，啊去聘请老师，啊伫囡仔下课了后，会当来教会写功课。啊，接受照顾。咱这个里有400多位老人，阮有甲因做电话的关怀，做家庭的探访，
以及每一个拜三的早起，我拢有这些老人的活动。志工之间有的只是单纯的厝边，更加侪是子孙啊，或者是同事啊，因拢是欢喜做，甘愿受。啊，我就想讲，就退休啊，啊，永远罔做啦。啊，一寡老岁人吼，一寡老大人，咱来加关心吼。啊，后日咱嘛需要人关心啊。啊！咱就有法多做的事，就先来付出。何理长讲，人甲人做伙，就是爱有缘。这中里的老大人占四分之一，嘛真知影老大人就是爱有伴，所以这中真需要一个聚会的场所。大家有缘分伫遮生活，伫遮做厝边，大家拢伫这中里来生活，所以咱间隔大家有迄个默契，哦，还有需要一个空间，因为这个空间就是。结合咱里面大家的向心力，所以足需要讲伫这方面吼，咱有法多找一个活动中心来启开咱大家共同一个向心力的一个所在。事实上，环境清幽的这中里也阁继续在改变当中。里长甲社区发展协会也阁有一大群志工，拢阁继续在为家己住的环境来打拼。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顶个月23号，伫咧鼻头乡发生的酒后冤家凶杀案哦，造成一死一受伤，其中死者就住伫咧秀水乡。这个娘婿工人哦，意外过身了后，留下老母亲、太太甲两名读高中的后生，经济出问题，连丧葬费用拢付袂出来。秀水乡民代表会副主席哦张献忠知影了后，是来发动一爱心募款，结合秀安派出所甲慈善团体捐赠。25万的现金加生活物资，或者娘婿一家人会当暂时来减轻厝内的负担。老母亲受到过身的后生，看两个幼囝加太太，一家伙啊生活陷入困境，这目屎是流袂停。丧葬费用的问题吼，啊唔免烦恼吼，啊我也你啊拢也你斗三工啊，好势。秀水乡民代表会副主席张献忠嘛，号召社会爱心人士募集25万，帮助娘家送葬费用加生活费用。梁先生吼，本身就是低收入户吼，啊多拄到这种不幸啦吼，啊伊的妈妈吼，啊伊的妈妈佮伊烦恼讲，啊佮两个幼囡仔也佮咧读册吼，啊这送葬费用的问题吼，啊唔知要安怎解决啦吼，啊我连到吼一寡慈善团体吼，啊，甲咱相关单位，啊，甲咱秀安派出所的吼，啊来啊斗协助安尼啦吼，啊，另外现场啊吼，嘛甲亲朋好友斗募资吼，啊募资到20几万吼，啊来甲咱吼，咱这即嘛吼，甲因斗三工啦吼，啊，而且嘛感谢各位善心大德吼，大家支援甲斗三工协助吼，感谢各位吼。啊，欢在真多谢，谢谢啦，甲咱真支持啦，吼，啊，我这囝呢。是等咧趁钱，啊，安尼袂输啊，把许个入去啦。我心肝安尼是咸要再去，咸要落地肉去安尼。啊，即摆生活过来要安怎？过来，对因两个孙也细汉啊，啊，我老了无法度。另外，秀安分驻所警察甲志工，将着慈善会顶一行人，嘛准备日常生活用品甲慰问金，赠送予娘老阿妈，嘛希望借由这个关怀行动，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善心人士共同来关怀援助娘家的生活。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合肥镇农会这礼拜开始收缴公牛，受到二期稻作欠收的影响，甲去年同时间一比，拢减少一半以上。不过较特别的是，这稻米欠收嘛来带动一波收缴需求，这再生稻的计数就维持袂歹行情。大合肥地区二期稻作开始收割，沿海地区有农民一分地只收割300斤，损失非常惨重。合肥的水稻嘛好无到到位，大约有600斤的收成，但是嘛是无趁钱白了工。收啊，做歹。哎，做歹都对咪。收偌济？安尼全年差不多收偌济？头600斤啊尔，啊无遐多啊，啊都有嘛有诶400-500斤的尔，对无？所以今年拢歹啊，歹啊，歹。了钱啊，了钱啊！今仔只今年挂足歹，足歹，嘿。差偌济？哦，差你看，唔那一半哦，唔那一半嘿，足歹嘞。介绍普通啦，嘿啦，普通啦，嘿嘿。
可能无通赚啦。咱讲卖讲个了钱啦，可能无人赚安尼啦，吼。更加意外是，在成朝的计数袂歹，涨价950，今仔日就起到990，但是农民却无看到因的喜悦，因为收成量无好，成本嘛是袂好。品质是好啦，啊，因为吼，伫厝脚吼，有一寡倒情况，迄真歹啦。计数，哎，高安尼，啊，毋拄挂无啊，哦，减足济，即一分地拢减千几斤的啊。嗯嗯嗯。即安尼都袂嘛袂好，佮药啊佮啥物货咧，佮挂工咧，迄袂好啦，袂好啦。就阮得减千几斤咧。日期稻作收成供不应求，带动再生稻的绩效嘛袂歹，但今年日期稻作普遍收成拢无好，沿海地区的损失佫较大，多数农民拢无趁钱，已经有歹年冬的心理准备。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何美采访报道。中华市立幼林园哦，办理这幼童稻米文化体验活动，然后来到这农田观察水稻啊收割的情形，嘛来了解做穑人哦种稻啊的心得，马上回来。人若认真做代志就顶真，秀芳每一天都用查某人顾厝的心情，替大家顾好彰化这个大家庭。彰化需要改变，需要更加用心，更加坚持。我是彰化的家后吴秀芳，我替大家顾彰化，来甲乡亲牵条条。最多的 HD 高画质频道，给您最好的影音享受，多样的加值服务，丰富您的数位家庭生活，让电视不再只是电视，而是您家庭娱乐的智能中心。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中台当户，政府立案合法经营，免求银行马上借，电话788-3111，花坛乡中山路二段106号，中台当户值得信任的借贷专家。为什么不收我的上网费？现在办凯擘大宽屏光纤上网，月租费通通可抵 Super MOD 看片金，上千部电影戏剧都可以用上网月租费折抵哦！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超多场档，周周更新。欢迎乡亲，等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好新闻继续来看。为着要来感谢认真服务的全林长，新港乡公所讲特别编的经费哦，购买200多台卡达车，送予这所有的全林长来使用。同时哦，嘛希望林长透过这卡达车的行动，会当更加落实照顾乡民的服务。全新的卡达车全部摆开，非常壮观。乡长张焕忠非常大心，特别选椅子啊较高较好坐，嘛装饰卡达车的车顶更加安全。乡公所特别编的预算添购200多台卡达车，赠送予辛苦服务的林长。新港乡呢，这个特别来送林长的这个活动，因为平常时呢，咱的林长呢，会当讲是为民伫咧服务，拢无薪水的。拢出钱出力，出因家己的钱来伫咧为公所来咧服务。今仔日拄好有这个机会咧，代表会咧甲公所偏议程来通过。所以咧新港乡有220个这个林长咧，一人送伊一台 TV 来为所有的村民来伫咧活动一只咧来感谢所有的咱遮林长甲村长甲代表利用今仔这个机会来大家感谢。预算得到代表会审查同意，主席林基水也非常肯定林长平常时的用心付出。今日吼，也是咱公所对着咱遮林长吼，所赠这个卡拉车吼，咱拢会知影讲林长
会使讲真用心哦，啊，拢啊替啊咱啊这个村民啊咧服务吼，所以讲遇到咱公所这个德政吼，啊，咱代表也嘛拢一贯啦吼，啊，真支持咱乡长的这个做法。林长属于无薪水的职务，但是公所各项业务推动拢需要林长的协助。林长嘛是保持着热心服务的精神，协助各项公务推动，对公所正常卡达车的体贴嘛表示欣慰甲肯定。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彰化市立幼林园办理幼童稻米文化体验活动，小朋友哦，落田看这农民辛苦挂稻仔的辛劳，希望透过这土稻米的接触哦，养成守护爱物的生命态度。彰化市立幼林园的小朋友头一届看到稻米收割情形，心情拢非常兴奋。市长邱建虎也阁示范传统粘稻甲挂稻，小朋友伫边啊喊加油，气氛更加是热烈。市长带领小朋友透过用片的、摸的、等等感官体验，进一步了解稻米文化，而且提醒幼童爱珍惜食物。今日咱特别带着咱彰化市立幼儿园54位的小朋友啊，来到呢咱水尾庄的这个啊田内面，看到农民吼啊这个挂稻啊啊这个收成的经验吼，所以呢会当体会到农民做事的这个辛苦，也希望呢未来啊伫这个食物方面，大家当疼惜，买当知影讲。啊，这个民以食为天，我想这个咱过去啊，啊，这个咱的一首诗里面嘛有写到吼，啊，锄禾日当午，汗滴啊，这个阶下土，啊，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我想这个景色，这个景态就是上好的这个教育，让囡仔自细汉就知影农民的辛苦，会当呢认真打拼吼，来吸收这个食物，会当呢发挥这个啊农田啊农民啊，甲咱应有的这个啊农业的效益。幼童南地到稻田体验稻米收割活动，唔呐算甲真欢喜，嘛体验到小农夫甲美食乡园顶主题课程，在寓教于乐情况下，更加知影知福、孝福甲感恩。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中华采访报道。气象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北部甲东部地区规天拢真凉凉哦。中南部地区哦，日时哦温度较悬，但早暗较凉凉哦。日夜温差大，拜四为这日时的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温度就会来回升。落雨方面哦，水汽无济，只有北部山区甲东半部地区会来落这局部的短暂雨。新闻最后要来甲乡亲报好康的哦，即马哦只要上这大中华新闻的脸书粉丝团按赞，就当参加哦。由这新生代演员彭于晏甲实力派演员舒淇所主演的电影《胜者为王》的抽奖活动，有兴趣的乡亲赶紧上这粉丝团来参加。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那明仔同一个时间期待再相会。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